我打，都是江湖中人，各让一步呗。你说，你打起了高手，我也是碰巧巧了。算了，不用谢我。我有让你帮忙吗？你会太极的事儿？你要是敢把我跟太极的事儿说出去，我就打死你！你跟踪我。 这么多钱，你不是说要赔罪吗？拿副本诚意来。你拜我为师，跟我学太极，一天300、500、400。从今天开始，我将正式对你进行太极训练。站桩是基本，连桩都站不好，你还想干什么？秘书，是不是变态啊？你觉得花这么长时间，最重要的是什么？什么？你都能扯太极，真服了。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，不可能！别用这种眼神看我，绝对不行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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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